刘涛身穿万花筒连衣裙，用色大胆，并笑侃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刘涛身穿万花筒连衣裙，用色大胆，并笑侃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说起刘涛，有些人觉得她是一位好妈妈，同时也是位好妻子，更是在自己的丈夫面临困难时不逃脱，而是一起面对，人人交口称赞的国民贤妻。如今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，从她的身上总是会有优雅的一面，也会有帅气的一面，每一个角色塑造都很成功。在演员的道路上，她不断地勇于突破自我，在生活中拒绝妥协。近日，刘涛在微博上调侃道，问为什么会穿万花筒连衣裙，答因为老板娘想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照片中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就像万花筒一样，照片中的她也是相当的美艳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